看我在这边，这里发现这里有一个托宝战士银河侦探的一个银河微客呀，它好像是可以变成直升机的。我们看一下从这哪边，哎，从这边好像可以上到那边去。我从这边这里上去看一下，这边好像是，哎，哇，哎，是什么东西？哇，这卡片的一个雷鸣版呢？哎，这里边好像有一个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一个红色的。这边是一个两包豪华包的奥特曼卡包，哎，这边还有一个这个东西，这是什么？哎，这个是什么玩具吗？好像没有见过呀。这个我们都给它放起来吧。还有这两包奥特卡包，我们都装起来。然后我们从这边上去，去看一下那个银河微客在这边。我们从这边，哎，哇，这边好像也是一个变形玩具。我们先看一下这边那个银河微客吧。哇，这是一个超帅的一个银河微客呀。哎，它是一个机甲形态吧？这边好像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应该是一个螺旋桨，它好像是可以变成那种直升机的。等一下我们给它变一下。我们先去看一下这边刚刚这个变形玩具是什么。这个是一个红色，哇，它好像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星际威龙吧。这边，哎，这边好像还有一个，哇，这个是一个，哎，哇，这个好像是一个核爆游侠，不过它掉下去了。我们滑下去看一下，哇，哎，哇，这个是一个，哎，这个果然是一个核爆游侠呀，它是一个机甲形态，不过这边好像缺了一个头，哎，好像缺了一个头。我们看一下，从这边我们，哎，哇，这边是什么？哇，这边好多玩具，这个是一个什么呢？十字的，哎，它不会是那个螺旋桨吧？好像是个螺旋桨，哎，哇，就转的好快啊。哎，这边还有一个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雪橇吗？这个里边还有一个这个东西，这个好像是一个核爆游侠的头呀，我们给它安装一下，应该安装在这里吧。安装完成，哇，超帅的一个核爆游侠的一个机甲形态。我们再看一下这边还有一个这个东西，绿色的，这个应该是一把武器吧，它好像是那个星际威龙的武器。哇，这个超帅的。我们把这些东西都装起来，然后我们去上面看一下那个银河微客。哎，这个装不下去吗？哇，装起来。然后我们从这边这个滑梯这里上去，先把这个桶放在上面，然后我们从这边从这里上去。哇，哎，哎呦，哇，哎，这滑梯有点滑呀，我们再试一下啊。一二，哇，上来了，终于上来了。哎，哇，这边这是什么？这个好像是一个托宝战士银河侦探的一个神勇贝斯。哇，它这边是一个载具模式，这个太帅了吧，这个超帅的神勇贝斯我们给它装起来。然后还有这边这个星际威龙，哎，还有这个东西。哎，刚我发现这边这个东西好像有点变化，有点变化呀，它不会爆吧？哇，把它先放起来吧。我发现这边这个螺旋桨和这边这个雪橇原来都是这个银河微客的配件，我们现在给它安装一下。哇塞，现在这个超帅的银河微客就已经变成一个完整的机甲形态，守护银河，托宝出击。哇塞，这个超帅的直升机也太帅了吧。它，哎，这个底座我们给它安装一下，安装一下这个底座。银河微客载具模式变身成功。